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胜。2020年第四季度人气单曲投票活动圆满结束，恭喜周深和王子合作的《自身庸才》获得了冬日暖心曲奖项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不完美也很珍贵，温暖了整个冬天。另外，周深《达拉崩吧》获得了第一季度云村最热新歌 TOP 一，《不想睡》获得了网易云第二季度夏日元气曲的奖项，《化身孤岛的金》获得了网易云第三季度的秋日浪漫曲奖项。《自身庸才》于2020年的11月5日登陆各大音乐平台，被收录于群星专辑《不完美人生指南》当中。《自身庸才》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倾听的歌曲，内心激动浮躁的时候呢，是完全听不进去的。新歌刚发放的时候呢，心心念念的我满怀期待的等到了凌晨，因为听说周深发新歌，内心就特别的激动，显得有些浮躁了。第一次听的时候完全没有 get 到，听完一小段呢就关了歌睡觉了。其实内心呢是有点小失落的，没有强烈的节奏，没有惯常的流行元素，甚至无法去捕捉清晰的歌曲节拍。第三天的时候，因为当天在工作上本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却被领导随意的使唤，内心呢就有些许的苦闷，又把这首歌打开听，当时呢眼角瞬间就湿润了，一遍一遍的循环着这首歌，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值得细细品尝，每一个字都值得认真咀嚼。周深说，这首歌呢并不通俗，是比较冒险的尝试，因为不知道观众听完会是什么感受，我也理解到了他的担心。周深轻柔气声弱混和王子沧桑粗粝的声线搭配起来呢，很有预言的韵味。周深的声音代表着美好的虚拟的愿望，而王子的声音代表着现实世界，用最接近于浪漫主义的声音拥抱现实主义的伤痕。这首歌与其说是与自己和解，不如说是撤去美好的愿望对现实的滤镜，直面生活的真相。有些时候我们即使是付出了100%的努力，但是还是很难左右结局到底是成灰还是成蝶。歌词略显失落，曲调听得很扎心，也听出了他们在反抗，但最终要表达的是一份释然。庸才在汉语里边是译作庸才，是指才华平庸、能力平常的人用自身来形容庸才这个词语。我想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一种在面对自己能力的时候，在内心挣扎了很久的心理状态，特别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，听起来呢像是一碗毒鸡汤。但是在各种传销式成功学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背景之下，听到这首歌的人们仿佛是被提醒着，嗨，醒醒吧，我们只是个平凡的人，好好的和自己正视自己的能力吧，未尝不是一碗暖鸡汤。周深认为这首歌描写的特别像是真实的自己，经常知道自己可以更好，自己不够完美，自己可以离完美更近一点，但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纠结，就要把它变成向上的动力就好了。人生中最难闯过的难关就是自己放过自己，最重要的是自己哄自己开心。在追求人生价值的道路之上呢，也要接受自己的平凡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不完美也很珍贵，用不纠结的心态去继续追求完美，但是也要学会接受每一次的不完美。我想这也是这首歌能够在冬季温暖人们心灵的地方吧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